刚才谁把蛋糕扔地上了？他俩地儿。他俩地儿，对啊。都摔坏了。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因为，摔坏了东西也揍。对，摔坏了东西也揍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长脑子吧。不长。不长脑子啊？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长脑子吧。长。对。下次还这样吧。不这样了。还乱扔东西吧。不乱了，不乱扔东西了。改了吗？改了。记住什么了？记住脑子。什么？记住小丽花爸爸吧。什么？还有个办法。记住什么办法？我说你记住了吗？不要乱扔东西。记住，我不愿意扔东西。改了是吗？改了。